加坡的朋友大家好，好想念你们，特别在新加坡的亲戚朋友，我今天好高兴可以在线上跟大家见面。真的好久没去新加坡，好想你们。好久不见，你依旧风采依旧，而且最重要是，我记得以前请俊如姐来到我们新加坡颁发的是十大最受欢迎男女艺人奖项。是。但是今天这个女主角的奖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特地要请你吗？还用说，今年入围的女主角，个个美若天仙，就要由我美丽大方、演技出众的我来颁奖，好吗？好，我知道这一次竞争非常激烈，刚才也听到你们说好尴尬，我觉得他们坐在那边好尴尬，有的演傻人，有的演坏人，有的耍心机，有的很痴心，你说尴不尴尬？这么激烈，结果刚才你说了，今天晚上我说了就算，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落选的女主角也来不了香港找我算账，算账，好吧？哎，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最佳女主角入围的片段。红星大奖2021最佳女主角入围的有瑞恩、阴错阳差，对你一样好。陈丽萍、好事谋。郑慧玉、单翼天使，请你耍我。林慧玲、森林生存记，这是暂时被那个女人迷惑才要跟我离婚的，对吗？黄思甜、我的女侠罗明依，跟你恩断义绝。陈凤玲、森林生存记，就是相信你，会相信我。钟情、单翼天使，要走吗？好，真的好激烈啊！哇，红星大奖2021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是你们说的阿姐吗？郑慧玉。哇，恭喜慧玉！女主角阿姐呢，是饰演养尊处优的富太，变成一无所有的单亲妈妈，也成功蝉联视后刷新了纪录哦，四度得奖，恭喜阿姐！我真的有点惊讶，真的有点惊讶，因为我今天什么马都不是。其实我看了很多人，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很优秀，然后只能说 Mandy C 他也不赖，所以最主要是要谢谢这个团队，就是单翼天使所有的工作人员，幕前幕后，因为拍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整个元气里面，把这个戏呢带出来的气氛都很好，尤其在阻断措施期间呢，受到大家喜欢这部剧，然后这个人物呢，其实扮演他的时候，我其实蛮享受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很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我真的很谢谢丁美玲，谢谢把这个角色交给我。在此呢，我要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我的 TCA 的我的同事，谢谢大家，谢谢。